徐子云，郭哥好，佳琪姐好，你好，真的进步了，又认真哦。对呀，而且看到你这种很多广大的凤迷啊，又回想到凤迷，凤迷哦，对对对，凤飞飞迷，大家又很有共鸣，这样好像又想起凤飞飞姐当年年轻在舞台上的样子。哎，这真的子云真的进步了。对呀，有很认真在练歌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连续假期你都干嘛？有去阿嬷夜市的摊子卖娃娃。阿嬷在夜市。对，阿嬷有一个摊子，嗯，然后别人认不出来我，然后阿嬷就放影片，放哪里的影片 ？Number One 的影片？对，就放我唱歌的影片给他们看。哦，看我还是认不出来。应该是有一些些人认得出来。哦，然后你在那边。然后妈妈说这些人不够，然后她说以后就要把人行立牌拿出来了。哦，就招揽更多人来。对，所以你在那边帮阿嬷卖娃娃吗？对，